是有一个任务要开始啊？嘿呀嘿呀！拍谁哈？真正是拍谁？因为我们又被人家投诉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们都已经尽量，已经对音量已经尽量收了啦，然后如果不尽兴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哈。那我们还是一样，这个动作还是要做，还是要做啊。我也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反正我只知道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啊，哈。所以，你告诉我，你要投诉那个人喜不喜欢喝酒啊？我不知道呢，我不知道。解出来，林姐。真的哈，我蛮不知呢，因为我刚刚才应该是咱请来，我就应该唱歌就好听吧？是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们之间我们在不人缘呢，我也不知道。来，我们还是要请黑哥帮我们唱一下。来，改完这条歌哦。去吃掉了。去较早是真是。那卖讲乞食啦，就拍点啊，乞食工作者，啊，乞食工作者，要共分的时阵，拢爱唱一条歌啊，会拿个一个碗公，用滴来讲，讲完你唱了袂歹，啊，然后给你，还是给你一碗饭或几块钱，啊，所以阮希望用这种这么卑微的心情，安尼做卑微啊，如果要感觉娇春。可以再办下去，或者是去给他赞助一下，比如说等一下去用投诉那个罚款有没有，那个罚款搞不好就需要我们赞助一下。三千两银，十分钟一次，3000块，再10分钟一次3000块。来，咱给他抢下去，给他赞助一下。那我们拍谁少年不知道要唱多久？拍谁？你可能要唱之前哦，先放20000块在这。我也不知道呢，准备要弄，我刚刚在做对的代志吧，刚刚一般，阮的税金的人，我们不能这样子做吗？我们现在是台南办会吗？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样？而且我们是一年一届尔呢，拜托，阮比选举的声搁较细声吧，总是安尼吧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卖生气，卖生气。何律师没有生气，卖生气。拜托大家把这个钱投好。投了去。来，拜托。龙啊，头家啊，来听啊，帮我们传一下，谢谢。听啊，当着阮啊，歹命的人。哦，不过歹命，反正应该会的，安尼就好了。Yeah.
嫌者哦，一仙钱我嘛无嫌少啊伊。若听恁的破鼓声。